殿下，你是在担心清源他们？我没担心他。那你是担心阿英？ 我就是有那么一些惭愧吧。所有人都曾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而竭诚付出。李珠为了能获得自由，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了七星灯。清源为了空桑， 年纪轻轻的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就算是那生为了妍希，也是一路从天阙坚持到了这里。可我呢？我受到了所有人的照顾，而如今竟还要让大家付出这么多。 我在一点一点的得到力量的同时，也在一点一点的失去它。倘若重见天日的念想成为了现实的话，那么它也就会永远消失不见了。就没有办法 阻止阿英消散吗？我查遍了玄黄经，并无记载。你说，阿英的选择不告诉我，是不是就料定了我如果知道之后，我就断然不会再去接触凡影了？一直以来，阿英看起来温和安静，但性子 却是倔得很，一旦认定了，玉石俱焚也拉不回来。殿下，你要是觉得难受，你没必要在我面前笑。 你说你当初没有把我从草原上带回来，我是不是就不用承受这一切了？不对，我生来就属于空桑，是空桑城光王的儿子。我被这黄金的枷锁钉在了那辉煌的位置上。 所有人都用炙热的目光盯着我，你们叫我太子，叫我殿下。是，我是太子，我不能有半点动摇。就算是眼睁睁的看着阿英和苏魔从生死亭上掉下去， 我也不能有一丝的懦弱和犹豫。可是我在最初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凡人，我也会害怕， 也会有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是错的时候。我舍不得阿英，舍不得清源，兰香、红渊他们所有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愿这一切 我自己来承担。
这么多年辛苦你了，你一直强忍自己的情绪。我会继续追踪他的踪迹，必定取了他的性命。届时，请智者大人让我重新为人。查找每一个角落，追寻所有线索，有消息立即汇报。是。撤。白音，白音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从来没有想到，我的每一个行为都把你推向了灰飞烟灭。你是带着那样的绝望面对着我，而我却没有办法替你分担。白音，我愿意跟你去做每一件事情，但只有一件事情我做不到，那就是失去你。我们不要去取封印，你也就不会灰飞烟灭。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，白英。想得到你任何真正想要的，左灵儿，姐姐，你还是回来找我了，那我就算是死也值得的。姐姐，灰飞烟灭不是真的是吗？他胡说八道对吗？你灰飞烟灭，我变成鸟灵，这就是我们姐妹的命运吗？姐姐，我不要这样，我不要这样，那怎么办？无私诚恳，灰飞烟灭我没有办法改变，但是让你重新为人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。你都灰飞烟灭了，我变回人还有什么意义？姐姐，你答应我，我们就留在这九阴山，不去接封印了，好不好？我一辈子是鸟灵也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你答应我。灵儿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答应你陪你在这里，好吗？既然你不愿意留下，我说什么都没有意义。你就当从未有过我这个妹妹吧，灵儿。
会再回来的，他只是没有办法接受。到最后会失去你。苏墨，这一路上我想了很多。你送我避光珠，让我在太阳下行走，让我的心再次跳动。不告诉你可能也是我的私心，因为我怕一旦告诉你，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，所以我一直都在骗自己，我在假装。我已经忘记了灰飞烟灭的事情，可是如今我也只能从梦里醒过来。我不能强求你继续留在我的身边，我能够想到对你最好的结果就是回到我们彼此最开始的位置。回去哪儿？回到你是苏墨，我是白衣。与其彼此两个人都痛苦，那分开会不会对你来说要好受一点？如果我可以挽回，我可以保护你，你会跟我走吗？我也想要跟你去的，有你的未来。我也想要跟你一起去往碧落海，可是我已经没有未来可去。你的余生还有很长，对不起苏墨，我不能。一切都会如我所愿，一切都会如我所愿。到今海底被深爱的浪花生出蓝色的枝桠。白夜，无根无影，一切都如你所愿。也许这是你无声的都已结束为代价，我曾踏遍海浪借一点星光，却怎么也无法看清你模样。以为闭上眼能换一心明亮，却魂牵梦挂。都已结束为代价，但爱让呼吸都那么挣扎。哎，打住啊，别再跟我说什么了，你要再说我可又要哭了。作为太子很丢脸的，知不知道？哦，你发泄完了，但我也有话要说呀，我也想发泄发泄。
好，你说。以前我带兵打仗，苍流总是伺机侵扰。有一次我被围困在灵丘之山，援兵未到，当时我准备撤军收兵，但是呢，传令之人弄错了号令，没有举撤军旗，而举的是进军之旗。那后来如何？然后我那一众士兵士气大涨，冲锋陷阵，瞬间把整个局势都扭转过来。百年后我再见到你，你那眼神中那种坚定，让我觉得你就是那面旗，因为你真蓝，我们才走到一起，才同生共死。因为你先跨出那一步，我们才找到回家的路。或许像你说的，王毅是束缚和桎梏，但同时反过来，他也是信仰和力量，所以我要谢谢你，真的。我知道，不管是白英、苏魔，还是你，你们奔走和战斗，不是为了个人的自由和爱憎，而是为了凌驾于这之上的东西，为了无色城打开，为了十万子民的苏醒，为了全仙重回碧落海，这才是我尊重你们的地方，因为你们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你，我了解你，即使你心中不悦，也还是会选择最对的选项。所以啊，这以后要是心里不舒服，有我。剑圣传人，空桑大将军，有那生，有清源，我们一起陪着你走下去。你叫我真蓝了。自我登上这太子之位以后，你就一直称呼我为殿下。但我还是喜欢你叫我真蓝。哇，这封印解开了，劲儿这么大呢！西京将军，西京将军，西京大叔，苍流人追过来了！蹲下，蹲下。现在不适合跟他们正面交锋，得想办法引开他们。走，元熙，我和西京把他们引开，你们先下山，走吧。怎么会合？九翼山下天香酒楼。天香酒楼，走走。他们在那边，追！快走！你的隐身术要派上用场了，但我的隐身术时灵时不灵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对付得了他们。你放心去做，我自有办法。怎么办？把他杀了？我觉得虽然他之前追杀过咱们几次，但他和那些残暴的苍流人不同，还是放了吧。可是敌我两世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就算我们今天放了他，来日他一定会回来追杀我们。可是这荒郊野岭呢，万一一会儿有危险，他肯定会被灵鸟邪祟带走的。要不留他做人质，好歹他也是苍流的少将军，留着他说不定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有作用。
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万一一会儿苍流人追过来，把这家伙推出去，他们就不敢对咱们下手了。太子哥哥和西京大叔会来这边跟咱们会合吗？我在路上留下了记号，应该没问题。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一想到这是从雅然姐姐心里面掏出来的，我就有点心疼。这是她用生命换来的东西，我们应该珍惜。嗯，我会好好把它收着的。感觉把它放在凤冠上，应该还挺好看的。嗯，怎么了？你说我戴上凤冠会好看吗？应该会吧。你，我干嘛？我不就亲了你一下吗？你干嘛那么大反应啊？不是，我。山上多危险啊！我每天想的都是早些下山见到你，现在好不容易下山了，你一点表示都没有。喂，你俩干嘛呢？别做羞耻之事啊！这还有人呢。你胡说什么？他受伤了。这应该是我们拖他过来时弄伤的。你起来，我给你看看。你干嘛？这是我们全新的草药，止血祛痛最是有效。谁知道你的药有没有毒啊？有，毒死你！多谢。我们都抓你做人质了，你还说谢谢，傻不傻呀？一码归一码。大生，你帮我倒点水。哦，好。如果后面有追兵来抓我们，不要伤害他，可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还给你。少将军，做得好，你们立了大功，本事再大还不是落到我手里了。把他带回去，明日押回京城，一刻不许耽误。是。少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九一结界已破，却并未听闻少将军的消息，雨珠圣女甚是担忧，我奉她命前来助少将军一臂之力。消息传得如此之快，怕是朝堂上已经有人参我一本了吧？雨珠圣女交代，如果这次不成，就不要回去了。为何？侍郎大人早在师贤大人面前污蔑少将军，而师鹏大人并没有想要为少将军说话的意思，甚至还暗下杀手，派南诏前来。武士堂的长老们就等着您和飞廉少将军回去问责呢。怕是静塔大人的意思吧？静塔上的大人？不是，我交给你个任务，
任凭少将军吩咐。我抓了苏母，明日启程押回晋城，今日你亲自巡逻，不要让任何人接近，别让我失望。是。萧为何要偷偷摸摸的进去？萧公，不要再枉费力气跟着。这青金锁专门对付使用法术的人。师姐，原来这是你的诱敌之术。苏魔呢？你根本没有抓到苏魔，你从头到尾想抓的只是我。对，我想抓的就是你。帮我回去通知五马少将军。今天应该感谢你，没你的配合，抓不到白影。我说了不要让我失望，可你还是来救他。他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，还想看着这个无辜的人死在你面前吗？大声喊他少主。萧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苏魔和我只能选一个做主子。传令下去，今夜势必加强看管，明日一早押送后土回城，谁有纰漏拿谁试问。少将军，飞廉少将军还未归营，我们是否应该等等他？不必了，押送后土事关重大，避免夜长梦多，飞廉自会应对。选好挂哪儿了吗？那要我帮你吗？不用，自己挂的在前程。看来这个愿望一定很神秘。这是我跟花神树的秘密。你许了什么愿？你想听？我想带你回碧落海，去看七海连天，去听绵绵涛声。你可愿意？
原来他心里一直是有我的。你现在还好吗？幽泉使，幽泉使，我们发现少主从镜湖坠落下来，昏迷不醒，快带去病室。是。少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少主从镜湖坠落下来，并未看到有谁攻击少主。我粗略地检查了一下，没有表面伤痕。这可怎么一直昏迷不醒啊？难不成受了什么内伤？这蓝黑之气是怎么回事？莫不是中了妖术？应该不是。想办法召回左权使，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天香酒楼，这应该就是妍希说的据点了。进去看看。听说了吗？前日咱们这儿抓了个空桑余党，还是个白衣女子，挺美的。哎呀，没想到这空桑人居然还在苟延残喘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我今儿个一早上就看到守卫亲自把他押出城的。二位啊，你们刚刚说有白衣女子被抓走，被谁抓的？听说是晋城的少将军。是个什么样的白衣女子？不知道，我们也没见过。不过少将军之前在半步城抓过一个鲛人，那个叫什么，叫什么海皇，后来又抓到了一个白衣女子。最近这世道不太平喽。哎，不太平啊。那这白衣女子现在何处啊？这我们不知道。打扰了。静，南生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被我们抓来的。抓来的？哎呀，说来话长了。你们两个人怎么这般着急？出什么事了？好像苏萌和阿英被苍牛人抓回京城了。什么？我刚收到大营的消息，少主已经回营了。消息准确吗？嗯，阿英是被诱捕的。照这么说，阿英和苏魔根本没碰上面。莫非是羽幻？你知道些什么？我都被你们抓到这儿了，我能知道什么？说，是不是你们抓了阿英？你们与其在我这儿浪费时间，不如赶紧去追。看他这样子，定是知道实情。少在这儿跟我油嘴滑舌，说。随你。他可能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刚分开他就被我抓了，应该真的与他无关。不知被带去了京城的何处，军营还是大牢？就算我知道，你们觉得我会告诉你们吗？那你就别说话了。算了，我和西京先回去，我会让大司命用水镜探查一番，先去救阿英。好，我会保护好那生。那他呢？带回去，留着有用。将军，我发现两个奇怪的人。有何奇怪处？那两个人一直打听昨日被抓走的白衣女子的事，问得可仔细了。细细一看，这两个人居然不是苍流人。接着说。我要减少。你怎么那么多事？我想减少。快点啊！别催。那生，
他人呢？跑了，别管他了，赶紧走。少将军，为什么在这儿碰见你？我听半步城的统领说，你被空丧人抓住了。啊，刚逃出来。所有人都停下，把这条街给我封起来。是。如果后面有出兵来抓我们，不要伤害他。可好？哦，他们往这边跑了，快追啊！快快快快快！怎么办？走。少将军，你确定他们往这边跑了？啊，我确定，就是往这边跑的。哎，人哪儿去了？你受伤了，是黄天者伤的你。啊，刚才战斗中擦伤的，没事。没想到全县还有优待俘虏的传统，给俘虏的伤口上药，这是我自己擦的。哦。那少将军可真是神通广大呀，连全仙的药都有。你怎么知道是全仙的药？我府里有好多全仙机器，都用这个擦拭肌肤，涂上去之后特别嫩。我这个也是全仙歌姬送的，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。少将军，还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这几日委屈少将军了，但是您一定知道，他们的根据地在哪儿。不如咱们先回去，跟羽幻计划周全，再回来抓他们也不迟，是吧？方才少将军分明说赶快抓住那些反贼。怎么现在又回京城了？难道少将军是跟反贼串通一气，想造反不成？南诏，诬陷少将军可是死罪。我南诏何时是贪生怕死之徒？倒是少将军，若你不是通敌卖友，便是为求活命，用我苍流军兄弟的性命换你的自由。来人，把飞廉拿下，我看谁敢动。你敢对我动手？南诏忠心为苍流，奉命剿匪，但今日少将军之所为，我实在难以相信。没为苍流抓住反贼，抓到一个奸细，也算不枉此战。车里面押的是谁啊？据说是空桑的余党，似乎还是个王呢。哟，那这次羽幻少将军可是立了大功了。是啊，谁说不是呢？恭喜羽幻少将军凯旋，活捉空桑白王，年轻有为。师鹏大人过誉了。羽幻是苍流的军人，自当听从智者大人安排。羽幻少将军上前接令。嘉奖令，少将军羽幻晋一级为一等少将军。谢智者大人。还是智者大人培养有方啊，这么快就立了一大功。师鹏大人的培养，羽幻也定当不会忘。少主怎么样了？似乎是临时被人捕获了，只有明火大人才有办法救少主。
浪堆叠，重复着誓言，却终究消散不见。寥寥几次相见，也难提旧缘，轻叹往事薄容颜。拨开心中的茧，你住在里面，不曾被谁发现。归去，必是。